月九号下午两点，优视频道爆米花电影院将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交易厅放映电影《当幸福来敲门》The Pursuit of Happiness。本片是根据美国百万富豪 Chris Gardner 白手起家的真实故事所改编而成，成功诠释出一位濒临破产、老婆离家的落魄业务员，如何刻苦耐劳地善尽单亲责任，奋发向上，成为著名金融投资家的故事。影片中的经典信念和名言就是，只要今天够努力，幸福明天就会来。如果你有梦想，就要去捍卫它；如果你有理想，就要努力实现它。影片英文发音，中文字幕，欢迎届时到场观看。社会新鲜人，没钱如何理财？孩子念大学，钱从哪里来？退休享清福，储蓄够不够？如果您也有同样的问题，那就请来参加优视频道在2月29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举办的财经趋势与你有约，数算恩典财宝来投资分析讲座。主讲人财经大师 Howard Chen 将精辟解析财经大趋势，此外还特邀资深税务师、贷款顾问以及理财专家面对面进行个案分析与现场 Q&A， 来为您解答税务、贷款及人生各阶段的理财疑惑。入场券10元，优势会员免费参加，届时还会有神秘小礼与精彩摸奖。座位有限，请速上网 www.uchanneltv.us 或致电408-868-2615报名。2020鼠年旧金山中国新年游行将于2月8号周六晚上5点到9点举行。旧金山中国新年游行是世界十个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，今年规模更胜以往，将有超过100个以上的团体参与游行，现场预计将会聚集数万人参与。除了游行以外，中国新年市集也会在当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展开，届时将有超过120个摊位贩卖各式商品，现场还有舞蹈、打鼓、唱歌等表演。别忘了一定要与超大玩偶和舞龙舞狮拍照哦。更多详情请上网 ChineseParade.com 查询。由角声互家中心主办的家庭和亲子系列讲座，最新一期《三代同堂的秘诀》将于2月9号下午2点到4点在菲利蒙图书馆开讲。讲员李月月是角声互家中心辅导员，她将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分享如何在走过家庭风暴之后，平衡祖孙三代间的关系，进而转败为胜，并成为自己全家三代和社区的祝福。讲座免费入场，欢迎届时参加。更多详情请查询角声互家中心网站 familyrebuildingcenter.org。生命和基金会取得国税局义工入息税援助之 VITA 税务计划认证，将于2月9号至3月29号的每周日下午，在生命和灵粮堂为年收入$55,000以下的家庭或个人提供免费报税服务。义工接受过 IRS 专业训练，预约及审核资格，欢迎在周二至周五办公时间致电基金会408-567-0877报名。更多详情请上网 www.theriverflows.org 查询。